一早，早上的8:23，今天呢，2020年的2月15号，星期六，周休二日的第一天。我们环球邮报539的会员们、读者们，大家早安，大家好。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Taipei time. It's 8:23 morning time. It's 8:23 Taipei time.Now Taipei's weather is shine, no rain. 台北天气没有下的雨。来，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新闻全部收集到的新闻啊，各大新闻台啊，有关于武汉的疫情以及我们生活资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都在 Facebook 英文账号。Yen Kolong Yenkoyoung 中文叫燕国龙账号。那么在 YouTube 是在环球邮报英文是 Yenkent 在这个两个账号四个账号中英文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今天的早上新闻啊。这早上的新闻呢包括中国大陆的最新疫情啊，包括来自全世界的 BBC 啊、CNN 的这些这个外电消息，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每天更新，每天早上跟晚上更新。好，欢迎你收看。